我就知啦。啊，当阮大强吼无伫办公室，就是一定走来遮咧谈情说爱啦。也毋过即嘛真正常啊，迄爱的力量吼，就是千山万水嘛挡袂牢。啊，恁搁伫共公司咧上班，迄就敢若我甲勇啊共款啦。啊，你吼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啊，我对勇啊，就是日久生情啊。来，希望到时阵哦，恁两个半工来啉阮的喜酒，大家留个底坐。大强啊，尤其是你啊，一定要来参加家己妈妈的婚礼哦。你看，我就知嘞，恁一定哦会欢喜到连话都讲袂出来。我伫真远的所在，就听到有人伫喜迄叫。我本来搁廖春讲哦，是菜车卖菜，我爸送人伫化解嘞。啊，当我着要办喜事啊啦，囡仔人无礼貌，我着无要甲你计较。何美玲，既然我已经找到我所心爱的人要结婚啊哦，安尼进前咱的恩恩怨怨，我着全部甲放水啦。是讲你慢慢想讲哦，失去我这个上介好的对象，感觉后悔。来。我接受你对我的祝福啊，刘志勇，啊，你四界想要欺骗查某人的感情，可惜你的条件伤歹，无人想要插你，啊，敢若剩这老查某会当骗啊？你甲我掂去啊，何美玲啊，你人矮，腹长嘛矮呢，你即摆看我找到幸福，你心内在咧怨妒心啊？袂要紧啊，你做你唔免来，非得无差你一个啦。我甲杨皮互相意爱是事实，阮会好好珍惜这份真爱。安尼，咱莫插伊，当作一笑。等你把伊的钱骗到手哦，你就会把伊抬去边啊啦。当亲像这种无外久就要离婚的婚礼哦，我去参加是浪费我的时间啦。你这死查鬼啊！你这是赵振信！从你入来到即摆，你已经全无讲一句好话啦！你即摆把我虚条抓抓着，你是咧甲我纠缠？何美玲啊，阮即摆要办喜事，袂甲你计较啦。我毋是惊你哦，你若真正我抓狂哦，我赶快对你无客气啦。刘志勇，你连讲了一点也着无唔对。参像你即款无体的小人，你娶我妈妈根本就是为着伊的钱嘛，这是大家人拢看甲一清二楚的事实。伊用真欠卡，一天一天你嘛真敖算啊！你奈何伊花用卡去骗去啦？你两个会所差遐尼济啊？伊要娶你，毋是为着钱，无是为着啥？你莫阁自欺欺人，毋肯面对现实啊！这款的婚姻莫幸福啦！我听你咧讲，你家己讲，你阿方明加你几岁啊？你谁哪会爱啊？但我即摆甲勇也差无偌济啊，我谁哪袂嫁伊啊？你看，讲袂出来毋？大桥，咱将心比心，你甲廖鸿明嘛，同款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，敢毋是？无毋对，你妈妈是有钱，会用我减奋斗日子，这点我必须爱惜。也毋过，我若毋是真心去爱着恁妈妈，就敢若有钱，是买袂着我的心。这点我志气我还阁有。我今日当恁大家人面头前酒桌，奉天在上，我刘志勇以后若是变心反背你阿妹，我都有雷公卡是不得好死。勇，你莫插嘴，我有话，要小心。安尼，我一世人永远拢敢属于你尔。你拢有听到，你拢有看到啦，哈！希望你莫阁破坏阮的幸福啦，嘛希望恁吼血丝有够长，会当看到我甲勇啊，稳稳来，白条街喏。勇啊，咱来去送伊点，莫睬伊。大
即个老查某，家己还一个坎要跳，大家就等咧看好戏。有闲吼，才来啉阮的喜酒啦。恁要结婚啊？啊，敢讲你也亲像廖鸿明迄款无知识的人同款，要甲阮唱衰？当然不是啊，两位误会啊啦。恁要结婚是一件好代志，只是事先一点仔消息都无，我感觉真意外啦。我伫遮诚心诚意祝福两位拥有爱河啦。到时我人若有咧台湾，我一定会去啉恁的喜酒。林总诶，多谢你啦。你算是正文头一个甲阮祝福的人啊！等你甲正文卖完了，甲恁爸爸伫咧美国的债务危机解决，啊，你就无债一身轻啊！啊，准讲你要返去美国哦，你嘛要先甲阮的喜酒啉完才过去。我是真想要甲正文卖互恁啦，不过即马代志阁有淡薄仔变化，搬去三姨爸阿囝，存心要落井下石，想要甲我逼上绝路了后。予我甲正文以上加介绍袂予伊，因还佫讲，我若是甲正文袂予别人，因就会甲代理权收倒转去。啊，呾吃人吼，连骨头嘛剥落，即种干材步数一定是方便伊只死老狗出生出来啦。啊，呾既然讲吼，无我着笑咱之前所讲好个条件，从斯林巴利个代理权嘛袂予我，啊，咱只正文我着无兴趣啊。当然嘛，知影。即摆正文上较吸引人的所在，都是因为有斯林巴蒂的代理权。只要买正文，都会随趁钱。不过，请你放心啦，我愿意降价，当作是对你的补偿。你重新开一个介绍，咱大家再过来讨论啦。唔免啦，啊，他介绍吼降搁较低，啊，他正文即摆都无代理权会当趁钱啊。我是要一个空壳的公司要创啥？嘿，我着搁开钱吼去请人来管理呢。这生意吼，咱就莫搁讲啊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你若是想要来啉啤酒，啊，这礼金包袂起吼，无紧啦，我也是欢迎你来。有啊，来来坐。今仔日无人能会看我无？李总裁，本顾问啊，啊虽然讲咱是上流上的对手啦，啊，不过你嘛较有风度嘞。阮今仔是专工送喜帖来给恁嘞，啊恁煞连一句恭喜都无哦。刘德祖，李总裁，恭喜你！恭喜哦！你看啦，啊他讲的话吼，一点仔诚意都无啦。哈尼啊，这嘛免去怪伊。因拢是感情失意、为情在伤风感冒的人，因哪有法度体会到咱即马幸福甜蜜的感觉？你安尼讲嘛有道理啦。哎，啊，当恁即马就这么可怜啊吼，我就莫跟恁计较啦。那我首先甲恁介绍一下，我若是甲永华结婚了后，伊就是阮台信的副总裁。伊做副总裁，哪奈你主管？啊，伊也着搁问哦。当迄个老狗吼反背正门，早前来投靠阮大神，伊已经无利用的价值啦。啊，我哪有可能将这种背过的人留咧阮大神，予伊有机会当走阮的商业机密，搁去投靠别人啊？哼！你往煞着将人一脚踢走，以后搁有啥物人敢替恁大神出力？李主任无顾恁爸仔囝的感情出卖你，想袂到你搁替伊抱不平。我算起来，你还阁真有孝心嘛！我是看袂起恁种无顾道义的做法。哦，啊，你即摆是恁妈你家己生的。那李主文吼是恁正文的创办元老啦。啊，呾吼是你先逼伊退休，才阁甲伊开除，啊，想尽办法甲伊赶离开正文的呢。我即摆只是咧学你，将迄粪扫甲清掉尔。你怎个啦？唔免替你个无路用的老爸伫烦恼啦。即马兴素人为着正文卖袂出去的代志哦，烦恼到强要去跳楼呢。啊，你着甲顾好呢，万不能也真正走去跳楼，带起来，啊，你到时阵
一个头家死翘翘的公司，这鬼毋知敢买。好啦，规字贴啊，我已经亲身送到位啊啦。啊嘛，感谢恁口是心非的恭喜啊！即马我们要来接受其他的人诚心诚意的祝福，唔免啥，请阮真谢啊！拜拜，安妮。可惜，恁爸爸唔肯听你的苦劝，最后你讲对啊，变到晚节不保。啊，不过你免烦恼，若是阮爸爸把进门买落来，我会当安排一个较轻松的宴会给伊啊。真多谢你好意，无需要。这一切，拢是家己做得来，唔值得任何人来动手。正门遐个人哦，拢是一挂爱来爱去，拢爱袂着个歹命货。啊，即摆看咱安尼这么幸福甜蜜，当然心内万多啊。咱莫插你，以后我会加拨一挂时间陪你出来行行，好好享受人生。我就知影讲吼，你上温柔上体贴，我才唔相信讲你亲像你所讲的安尼，敢是爱我的钱。少年俩。好心有好报，祝你大发财啊！好啦，先坐坐。哎，多谢多谢，哎，再过来交关吼。菜馆卖五千啊！嘿，大头家，你要卖？你卖哦，卖紧卖啦！啊，这赶紧是要创啥啦？哎，啊，有钱哦，你赚，你也无爱哦。啊，敢讲是你心内有鬼啊？煞唔知，但伊即摆连便当都无遐多买啊啦，而且有人许残障人士，你卖菜馆讨一嘴饭食啦。哦。啊，你嘛实在有够无天良的呢！啊，好脚好手，还唔拍拼去食头路？啊，连人许残障人士的饭碗，你也要共抢哦？用啊！但这种人吼，实在有够夭寿的啦！紧来敲电话叫警察来抓人。好。哎哎，拜托拜托。我即马吼已经咧卖菜馆讨生活，有够凄惨嘛啦！恁着手势举到悬，放我一条生路，安尼好无？拜托个，拜托个啊！但亲像你这种无路用的卡销吼，对啦，迄无做起才去共分，已经算真好啊啦！用啊，啊无咱着留一嘴饭互伊食。林小金，进前你毋知影好好啊把握你眼前的幸福哦，来，迄是你家己讲啊。还是讲哦，咱话搁讲倒转来啦。若毋是你家己戆了有春，我要哪有这个机会？以后我会好好啊疼惜眼皮啦。啊，像讲你即马看了目眶车，这我嘛有法度体谅。是讲真歹势啦，可惜你即马感觉后悔已经伤慢啊。恭喜啦！但我即马敢去做生意啊？无闲做你啦，对啦。到时阵婚礼时间就要记好哦。啊，若无钱哦，就免送礼金啊啦，互你食一顿啊免钱的啦。啊，是讲像你这么善家的人，若一上桌，啊，我一挂有身份地位的贵宾，就全部拢走了了去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结婚以后哦，你先伫个饭店的后门等啊，等大家若吃煞，我再叫因包几包菜尾啊，互你扎转去，应该有够你吃两三天。刘志勇，你莫叫是讲你学着金矿哦，哼！但你验票啦，伊是看钱看比家己性命还佫较重要。你莫少想要为伊身躯啊，学着甚物好处啦？我甲你讲啦，我是做无干那才脱离苦海啦。但你煞戆戆要跳落，你看清楚啦，看我啦，我就是你未来下场啦。但你哦，家己着爱保重哦。死老头啊！我当你是倒一只会当够用啊？哼，我即摆够用啊吼，着要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啊啦。阮的天地美，真恩爱。你免想讲你西人几句啊吼，就当破坏阮的幸福。会啦，恁当然嘛会甜蜜恩爱一阵嘛啦。啊，不过以你换达波人的速度，上济是三个月啦。唔免三个月吼，我相信都准够你无离婚啦。嘛有人哦，要做乌龟啊啦。你才做乌龟啊！我
放你一条生路，你唔知感谢，佮我讲一句五四三。好啦，我来陪你豆豆啊耍，我会叫古仔队来甲你翕相，互你假残障的代志撇空，互你连菜馆都无在条买啦。安尼，啊，咱是有身份地位的人，无需要甲这款下贱的人计较，咱继续来放假吧。